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咗一個 barbecue 嘅豬肋扒同埋五花腩。而家醃料需要兩粒蒜頭蓉，一啲薑蓉，三湯羹冧酒，五湯羹生抽，一茶羹紅椒粉。四湯羹李汁，撈勻佢。豬肋扒一塊，兩塊，三塊。呢度兩塊係五花腩。而家撈勻咗佢之後，擺一湯羹油，跟住擺喺雪櫃，起碼5個鐘頭，過夜係最好嘅。兩湯羹蜜糖加一湯羹水撈勻佢，一陣間愛嚟搽嘅。而家個爐200度，將嗰啲豬肋扒擺喺裏邊，五花腩，爐。有陣時個個都唔同嘅，而家大約燒佢8至10分鐘，而家10分鐘後，我將嗰啲醃料搽落嗰啲肉嗰度一次，跟住反轉佢。又呢一邊搽嗰啲熱料，又冚住佢10分鐘。而家有10分鐘後啦，我搽啲蜜糖水啊上煲，跟住。我反轉佢，擺喺有火嘅地方，燒一燒佢，兩邊都要搽蜜糖水嘅，燒佢乾身就可以噶啦。燒豬肋扒同埋五花腩已經做好咗啦，好多謝你收睇，希望你中意食，下次再見啦。